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吃坚果的陈爸爸。哎呦，我小鬼头。其实，在花园里一直隐藏着一个大 boss， 超级神龙，让你收集七颗土豆就能召唤它。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一位勇士集齐了土豆，神龙应声而出，说道：“勇士，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。”勇士说：“我要拥有争霸花园的力量。”神龙回答：“不行。”陈贝贝的力量太强大，我只能让你拥有4天的时间。勇士说：“那就春天、夏天、冬天和秋天。”神龙后悔了，急忙说道：“只能3天。”勇士接着说：“今天、明天、大后天。”这下神龙急了，说道：“只能有1天。”我抑郁的每一天。神龙顿时就被激怒了，要动手解决这个勇士。这个时候，勇士说道：“既然你能拦住陈贝贝，那么证明你也很强大，所以我要成为你。”话音刚落，天空慢慢升起蘑菇云，接着勇士就变成了神龙。不过，为什么会有2个头？你说要成为我，没说要替代我。